我做到了，哎，这冠军是恁的，这个冠军是咱大家做客到的，兄弟，我做到啊！全台唯一人气嘻哈实境节目《大嘻哈时代二》八日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总决赛。你们大嘻哈时代二的冠军就是阿夸面。六位选手激战后，最终由阿夸面夺下冠军。当时阿夸面的精彩演出不仅让评审全员起立欢呼，迪拉胖更大赞阿夸面从80人的候补名单到决赛进步超多，有目共睹，更直言阿夸面完全继承了林强、500、 LA Boys、 罗百吉等极具代表台湾人狂野，真正大嘻哈时代台湾制造的台湾之子。阿夸面都站起来了，阿夸面从80人的候补名单到现在北流舞台上面的冠军候补哦，哎呦哎呦，他每一集的进步，我们都看在眼里，都是有目共睹哦，有目共睹。好了，没有 punchline， 我是真的觉得太屌了啦，就是第一首歌就让人非常惊艳的，然后你真的就是体现你唱的那句“请撑拖哎，你给他请爆哎”，然后我真的觉得你就是完全继承了从最早的林强、500、 LA Boys、 罗百吉说那个狂野的台湾人的，就是真正大嘻哈时代台湾制造的台湾之子。哇哇 ！Extra noise！ 而且我 Number One， 我最想讲的是最后一段，你居然来给我一个这种老骨头听这个 Break Battle Beat 的 Hip Hop， 我真的没听过，你们听过吗？用 Battle Beat 上台语饶舌，阿娘喂，太凶残了。迪拉的评价严重高，哎，真的真的，我血压真的有点高起来。好了，赶快把药拿给迪拉胖老师。哎 ，respect。All right， 再次谢谢迪拉老师，谢谢迪拉老师。然而有别于舞台上的自信，私下的阿夸面相当腼腆。平常就都穿拖鞋。这一季的比赛，你唱歌都会穿拖鞋吗？对啊对啊对啊，就轻松一点。这是你的特色，就对了。OK OK。评审主题赛时，面对主题 Hidden Family 评审迪拉胖的赛前讨论，蓝白拖代表的阿夸面不是尴尬回应，就是秒句点，让迪拉胖忍不住喊：“你紧张哦！”能来到这个比赛，就是兄弟们，然后家人就是帮我很多。想你要不要介绍我一下你的 Hood 跟你的 Family， 这样对你有影响？是。介绍我是，你在跟丢，很紧张。那要聊这首歌啊，这首歌里面你写了什么？关于朋友跟家，你有想要写到社团里面吗？有，就是我就是写，比较都是这个比赛，然后可能大家就是出车，然后可能就是载我上来，然后陪我这样，就是写他们很辛苦这样，挺你，就是你说出车是指他们出车的，就是你有一些朋友在你要上来的时候，他们会出车载你。对，感觉是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走到这样子。为什么？因为像我现在就是我一个人落单的时候，我就会变这样。哦，就是哦，真是不好聊啊。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一站上台却又能用他独特的台语魅力让当时的客座评审小春赞叹不已。他表演实在是让我太惊艳。Get a hood， 我觉得就是要等那个惊喜，就是他突然英文又跳台语的时候，我会吓到，吓一跳，对，还有惊喜在里面。从一开始对阿夸面唯有的蓝白拖的印象，更曾经历1-1环节遭到淘汰后被911救回。我们选择阿夸面，阿夸面，选择亚瑟，亚瑟，阿夸面。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眼神就是互相相对。我一看他们三个，我就知道说，怎么会不选阿夸面呢？那跟我心里想的是一样。但是我没听过阿夸面的歌，但是今天
被他的表演有惊艳到，到一次次用美妙的台语字句征服评审及偶像灭火器。最终打败被认为最有冠军香的台大 Gummy B， 夺下大嘻哈时代二冠军。阿跨面的逆袭之路让人有着满满佩服与感动。谢谢评审还有所有观众朋友，然后我要谢谢我爸妈，因为他们从我参加比赛之后，他们就开始越来越支持我。然后最重要的是，我台南那群兄弟，哎，我做到了，哎，这冠军是恁的，这个冠军是咱大家做客到的，兄弟，我做到啊！再次掌声尖叫献给阿阔妹。